你说我们干消防的，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职业啊？为什么我们叫特勤站？就是因为我们是消防队伍里面的精英。只要警报铃响起，都给我以最快的速度冲出来！救人这件事啊，是会上瘾的。 我们的职责是科学合理的救援，不是以命换命。我们的职责是保护人民，随时准备牺牲。我的命都是他给的，要不是他，我已经死在里面了。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是一个英雄。你之前不是问我消防员怎么克服恐惧吗？我今天告诉你啊，没有人能真正的克服恐惧。 我也一样。你还记不记得你之前说过，特勤站就是你的家？跟你们一样，特勤站也是我的家。我知道，只要我做的越多，我身边的队友就会越安全。你们刚入队的第一天我就说过，一天是战友，终生是战友。 指挥部决定，把最大的一个召回点交给营站。我们和平路站随时能战斗，战斗必凯旋。我们这支队伍一定要够团结，够信任，才能义无反顾地冲进火场里。敬礼！